这才几点呀？这样，你有没有发现，你进了这房间之后，房间温度瞬间降低了？你昨晚跟他干什么去了？我得先了解一下。 以下的对话是什么性质的？我是四零五复查小组的成员，你是普通公民，你说是什么性质的谈话？啊，你要这么说，我就知道了，我调整一下我的状态啊。少跟我嬉皮笑脸，说吧。哇，这么专业。好。 他接我的时间就比我多说了，想必你比我更加清楚。接待我之后，我们去了一个酒吧，他那蹦迪，蹦了一个小时。蹦迪？嗯。你呢？我看他蹦迪啊，哦，顺便喝了一瓶啤酒。他是不是想和你再续前缘？别以为你跟他高中那点破事儿我不知道。知道还挺多的，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现在是我在提问题。接着说吧，然后你们干嘛去了？从迪厅出来之后，他跟我说。 他想跟我安静的待一个晚上，因为他觉得他这一辈子能够自由的、放松的待着，只有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。